那吴晨波在这一次的赛会啊，是第一次的一个出场。美国队啊，在之前呢，复赛遭遇到日本队啊，那日本队当时是用这24岁的这个下锅投手啊高桥里来挂帅先发投4局，那掉2分，那整体来讲压制的还不错。那当然整个形态上面来讲，吴晨波不是属于完全的下勾的，是比较属于侧投，对，低肩侧投。打者的部分轮到第二棒的 Adele， 那这边打者是教练团的，这个点名所谓的切位策略球啊，投的比较开啊。这球打到左半边，哇，左外野手守的比较深，这个球呢落在胡金龙前面呢，形成了一支这个弱点型的安打，这是一个一垒安打。那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失头了用二缝线，但是这个球呢并没有往下掉。良好球没有坏球，这球打成一个三球尖的一个穿越安打，哇，这个球要传本垒可能来不及了。是让对方打成滚地球没有错，但是这个球呢刚好在三球尖呢是穿了过去，也使得美国队在一局下半呢目前是先取得点。去年的亚锦赛他也投出很不错的一个成绩，这个球打着飞空。那另外在今年的亚锦赛，他是被派为对中国队的这个投手，那也投了快要6局啊，拿到胜投只掉2分。这球员呢，这次12强赛也有2发的全垒打，3成5次的打击率，3个打点。哎，判定有出发，韩国籍的李先生，谢谢你。出手点是好球带的一个高度，侧面来看应该比较明显，确实有了，这个是。九十目前是2好2坏，挥棒落空。这一个半局我们看到吴晨波在整个投球方面投的是更加的刁钻，这时候也出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次的一个三振。哇，这球非常的漂亮。这个半局两个打席，他当然滑球用的还是比较多的，更犀利的一个位置。对。这一球打着挥空，挥棒落空，漂亮！再来一个三振，三上三下。吴晨波这个半局投的精彩，目前美国队1-0战胜领先。有点类似日本讲这个秀动，这个内外脚跑的一个状况。这个球游击手接到之后，轻松的传一垒，漂亮。所以目前呢，让他们打几乎都是形成滚地球，这对吴晨波的一个投球的性质来讲，绝对是一个好消息。那这个打击用了2个往内角拐的一个速球，另外投了2个滑球跟一个变速球。对，尤其最后一颗球啊，他出手之后，他手指是往下压的。这个球漂亮，打着挥空。接一球打者挥棒落空，所以他的目前为止啊，对右打者外角投的滑球跟变速球等呢，其实效果都相当的不错。没有错，来看一下这一球啊，应该还是他拿手的一个滑球出来。那他的滑球今天到目前为止大概就在125公里上下，变速球大概再慢一点点。要不要？这局啊，感觉起来打者赛会是第一站跟第二站的。对荷兰跟对墨西哥各有一发的这个全垒打，那在过去6站呢，他也有5场比赛这个打出了安打这也是教练团认为跟第二棒的 Adele 两个人算是打得最理想。另外当然就是第四棒的这个艾瑞拉红线，那时候他直球，然后3块飞球，打者还是没有稳住，黑棒落空，抓到了三振，再度投出了一个三上三下，相当的精彩，目前4局打完，2个比数是1-1。主动去做辅助判决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先回场上。好，那这是一个差距，但投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容。那目前呢，也确确实实就在第一局掉了1分，这还压制的相当的成功。
王胜伟刚才其实真的也打得相当不错，这个球右手接到之后给五位的投手，将打击的 Cronenworth 给自杀，再度形成一个三上三下。目前五局打完之后，两队比数还是僵持在1-1的平手。球现在变成了两好球两败球，所以这个变化球呢就产生了一个速差哦。虽然这个位置在这个腰带底下哦，但是效果达到了。速球、滑球、变速球三种球都有用。现在打者轮到是第二棒的 Dale， 我遵循雷打，挥棒落空。漂亮哦！先锋投来一个小马力跳跃，好高兴啊！这个球能够解决掉强打吧 ，Dale。这个就是配球啊，这因为 Dale 万万也没想到，最后一个对决球啊，竟然是偏高，一好一坏。漂亮，这个球打者挥棒落空，两好一坏，外角球，棒子应该是出去喽。但是二垒这边也有抓到，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个到底是一个盗垒阻杀呢，还是打者出棒被三振已经不重要，但形成了三出局了，精彩的一个投捕的一个搭档，也使得六局下半的美国队的攻势在这时候呢是告了一个段落，看起来应该也有出棒，再传二垒也是一个精彩的一个阻杀。真的，如果继续往下投，大家也不要太意外，因为这个主要就是避免出现失头球了。这一球勾起来，目前打者是轮到第四棒的捕手 Gross， Eric Gross 进来两胜，而且今天毕竟已经来到第三轮了。好球，漂亮！哇，这一球真的很准确啊，在今天面对右打者，他的这个滑球啊。还是发挥了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效果，是很准确。这个球没有打，也是一个好球进来。一出局一再垒，球数是两好一坏，挥棒落空，三振的打击表现也相当出色。红袜队的三 A 好手 Dale 今天呢第二度的把它给踢掉，现在形成了两出局。那今天呢，这个从第三棒之后啊，第四棒以后的打者。今天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安打的出现，没有可能要缓，因为垒上还有跑者，这样变得是没有办法做一个阻杀二垒的一个动作。这时候都还哇，就在这时候，前面都还蛮正常的哈，所以这时候这一个回看了，所以球评这边教练的判断也很准确了，不是很单纯可以立刻缓解的抽筋的跑手啊。都是被吴胜峰呢给三振出局。这一球千万是界外，拜托！哇！就在张敬德换下去之后啊，这时候被卢克来了一个两分炮。也就是说分数只差一分了，说到对了，还是要稳住阵脚。这场比赛当全垒打绝对还是扮演很关键的一个角色。你所讲这个打击是这场最关键的一个时刻，那这个球其实把它跑进来了，原本应该是要走一个外角的滑球，但这个球呢转了进来了，被卢克尔给掌握到，这是他在本次赛会个人的第三号球没输。当然张继长放下去的话，当然是配球上当然会有一些不相同的想法啊。那这个球被提出去，跟在第一局被这个 Adele 所打出来的那支安打，Wong打出来的那支安打是一样的位置，变化球比较高。比数瞬间呢变成是美国队啊超前了一分。我中华队呢，待会也还有8-9了，可以来反攻啊。那今天啊，这时候在中华队的部分呢，也把先发的吴胜峰呢给换了下来。今天啊，事实上确实是表现相当的出色哦，总共是投了6又3/2局。